水的声音在哪里？有先知吗？于是他在大稻田，你就往下见。只要我一
第一首歌就是我在2020年的第五张全新专辑的歌曲《先知》。我在唱《先知》的时候就想说，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，如果我真的是先知的话，我想要预知你们，我预测大家在2021年都会很平安、很健康、很幸福，好吗？其实昨天在很冷的天气里面包裹得很严实，就像你们现在一样，全身都包得暖暖的，然后从升降台出来，看到这个舞台，看到这个广场这么大的场地，然后就拿着麦克风开始准备要唱歌的时候，其实心里有一种非常感动的感觉，觉得2020年还有机会可以站在舞台上做着我最爱的事情，就是唱歌，拿着麦克风唱歌，然后看到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在这么寒冷的天气，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，就是为了要带给大家欢乐，一起跨年，然后很努力，然后很辛苦的，就是在自己的岗位努力着。所以我也觉得能在这边唱歌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想要跟你们提早先说一声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朱哥嘞，朱哥嘞，祝你我健康，请配合戴上口罩，感谢您的配合，爱你哟。心居一度，请我居精华一度，远传给你真极速，准备好来拯救世界吧。Stop!
是小数点第几位，存在的男子都被省略，也习惯不必先跟你看错一对。你也算够谨慎的同类，他这却不逾越那条线，发生一切我不发生一切，又有什么差别？看不见听不到爱不了，却注定要纠结。我想我是坏人，故意不听懂你的拒绝，难以找到时间爱上你的谣言，无人知晓可不可怜。不靠近不走远，不定义像晚上的说你是坏人，相爱你也没去过想象，我准为你疯狂，就带一点自由，我不够好为你亏欠。Thank you.